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今天我是 Mitchell Campbell。 那我们今天的麦克呢非常的闲又非常的游手好闲，就是非常的闲，对不对？那他拿着枪到处在机场乱晃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。 OK，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一架。哇靠，你可以看他这架真的是，虽然还有更猛的东西，不过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够恶心了。这个哇，两边每一边各四个火箭弹发射，然后最外边还有一个空对空飞弹，真是爽快啊！哇，这个等下，我觉得这个等下真的一定会很爽哎、欸，这个高速公路上乱炸，这架我还没说是什么，会不会有人已经猜到这是什么了？没错，这个就是 S25 苏凯 S25。SU-25 空击机啊，不是 S-25， 是苏联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亚音速空中密接支援攻击机啊。讲到这个，真的是会讲到就是舌头打结。OK， 北约代号蛙足 （Frogfoot） 啊 ，Frogfoot， 这让我想到某一位在我伺服器的某一位成员啊。你现在看到了，你应该就会在下面留言，没错。OK。然后他这个挂载啊，跟那些有兴趣的话，各位可以就是再自己去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上机。哇，这个真爽啊，这个，哦，好爽啊！OK， 我们从旁边这里起飞。它这个武器有镭射炮、追踪式、多管式。那多管式想必就是可以看到那八个超级多根的发射架，没错。OK， 我们起飞。哇，真爽啊！这个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炸。哇塞，这个真的好赞啊！哦，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W30没有这种东西的话，那真是爽翻天。哎，我们到这个桥这边来炸一番。我们用这个多管式的，来开始。这个不能在这里不能连发哦，好吧，我以为可以就是连续狂打，这很爽那种感觉，看来这边不行了、啊。不过现实应该是可以这样子的。哎呀，真可惜，奇怪，他应该是多管式，哎，没有，我刚才用到追踪弹，哦，那这个应该就可以。呜呼呼，哦，送呢。开心开心！哦哦哦！哦，好爽啊！果然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可能只能一颗一颗打？那个应该是飞弹才对啊！哦哦哦哦哦！差点，差点，差点！不一样，不一样！哦，爽啊！我在高速公路上轰个几颗，这样子才两颗星哦！那这个警察会不会太小看我了？爽啊！这个呜呼，真是刺激！OK， 我们来用一点雷射炮，我看一下这个雷射炮的威力好了。哦，这个雷射炮，我就是喜欢这种雷射炮，就是像那种之前那个机关枪的那种，真是没什么力。
好爽。OK， 我们去军事基地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如何，有没有办法被哦哟，有没有办法撑过这军事基地的猛轰啊？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觉得我需要把载具无敌先打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我一直之前对每次在飞机系列都会讲的，就是军事基地的飞机就是太犯规了，他们会对，在我后面突然出现。好爽，那心情不好就拿这个来泄愤。OK， 看到军事基地了，来吧各位，你信不信我一到那个猛禽就会在我的屁股后面？来哦！我先用多管式来轰炸这里的人。哦，猛禽在我后面喽！等下我屁股要中飞弹。呜！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猛禽在我后面超夸张呀，躲不了，机动性不是很好。哦、oh, shit， 你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了，他在下面，不要跑，我有追踪室。哦、oh, shit， 他跑到我后面太夸张了吧？哦哦哦！啊啊啊！呜呼！哦，好险好险！哦、oh, sh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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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it！ 哦、oh, ，太夸张了，怎么那么多飞弹呢？哦，我看到他了，王八蛋！不要给我跑啊！他在那里，他在那里！发射，发射！两颗，两颗，去追他！我们镭射炮，镭射炮！啊，打不到，哦，打到了，碎！呜呼，拜拜！爆，爽啊！打掉一架，第二架呢？啊？哦，契鲁克直升机，这个超硬！哦哟，哇塞！切成那个多管式，开始大面积的轰炸哦！碎啦！后面是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战车啊？我看一下有没有战车可以打。没有战，哦，去！哦，又一台，又一台，又一台！哦，他在后面，他在后面，我去追他。我们镭射炮打掉，每次用飞弹不要，我就喜欢镭射炮。嘿。喂、欸，打掉他唯一数一了，来呀、啊，再来啊，拜拜！呜呼，今天真是爽快。之前要不是找不到，要么就是一直被打掉，超烦、欸。有没有战车啊？我要出来用那个多管式打一下。哎、欸、呦，这边有架，啊不是有一台，哇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我们要先起来。哎，是今天的战斗机好多，每次被打掉一架，他就会哦，来了来了，这边这边，快点快快，来这边，快点快点快，哦，碎，扫到扫到，再扫再扫再扫，呜、哦，爆掉送啊！好，多管事，战斗机不要再反了，我现在就要找战车打。车呢？战车可以打呀，没有的话我就攻击你们的运输机了哦。哦哦哦哦哦！血，差一点点。哇，我是不是应该不要先管那架战斗机啊？不然我永远全都打不到。战车呢？战车呢？太夸张了！好夸张哦！这飞弹有那没完没了，地上的那个军人会发射追踪弹，然后那个飞机又发射，然后这边一群军人这边扫射我的飞机，哦，行啊行啊，我大概记得他们在哪这边。
送啊，活该啊。挂架也太猛了吧！哎，我真的没有看到一台战车，哎，全都是飞机在反我啊，超级反的啊！战车是怎样不敢出啊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哇，帅啊！打到，但是没有爆，他没有爆。啊，我看到追踪弹来了，追踪弹来了！我回去打那台战车，看看能不能打到他，把他打坏。这边有台，这边有台。哎呀！起来起来起来！低空飞也不行啊，这个飞弹太夸张了吧！战车没坏，战车没坏，我绕回来看看打不打的。嗯，绕回来就不见了。哦，那边一排，那边一排战车，送哦！我绕回去打，我绕回去打。我用雷射炮扫那一排战车，感觉应该会一整排直接换。没这边，哦，没坏没坏没坏，哇塞啊！天哪，这个玩上瘾，这个真的好玩呢。看到战车还在吗？好像还在哦。战车不在，战车不在，跑了跑了跑了。哦，真的很烦欸，一群在那边狂用那个追踪弹扫我，你有种就跟我绕啊，绕上来啊，啊，哇，哦，来，行啊，追踪室，上吧，孩子，哟呼，哇，完了，这个追不到，再来两颗，还像这种每次飞到外海都飞超快，飞超远，完全追不到。看有没有战车，扫一下。我一定要找到一台战车，把用雷射炮扫坏。完全没有啊！好不容易找到的战车都没了，太扯太扯了，完全都是飞弹，没完没了啊！这个，哎，这么一台。都太晚发现了，太晚发现了。哦，那边有两台，那边有两台，快点回去，绕回去，绕回去。这边，这边。呜、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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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 ！shit！ 不不不不不！啊！哎呀！谢！哦，算了！完蛋！拿出武器，快点反抗反抗！哦，谢，哦，颤马颤马颤马！哇，我被军人围攻，军人围攻啊 ！Oh my god！ 哦，谢，没有要把没有把战车搞死，反而被战车搞死，真爽。OK， 今天就差不多这边，希望各位喜欢一样老子，希望你们给我包个赞啊！如果你是喜欢的观众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 YouTube 频道，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给我分享影片。那我们就在下一张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！要狗过来喽，狗过来喽，你敢过来，你敢过来，我劝你不要、啊，狗狗来哦，我劝你不要哦，啊，不要过来！哎，我已经告过你了。